双手赞颂，你配得一切荣耀尊贵，你是王掌管明天，来到你至恩座前，拿着我的心奉献，唯独你爱我，天天不改变，奇妙救主，我永属你。诚爱心紧紧牵引我，为我舍身背起我罪，让我一生飞奔展翅上腾，在主里能得安稳，我愿一生竭力赞颂，彷徨人生不担心，因有你伴我行，靠着你能走出黑暗。慈诚爱心紧紧牵引我，为我舍身背起我罪，让我一生飞奔上坛座，在主里能得安稳，我愿一生竭力同行，让我的心每天赞颂，彷徨人生不担心，因有你伴我行，靠着你能走出黑暗。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我们网上的主日崇拜。今天我们主日崇拜要讲的题目是天国门徒的品德，第十一讲。请听我读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到十二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好，请你同我一起低头祈祷。亲恩主，我们多谢你带我们今天的时间，让我们在网上可以崇拜，愿主与我们同在，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冇幾耐之前咧，我哋啊喺紐約嗰邊咧，又有啲襲擊華人或者係亞裔嘅事件。咁其中咧一單嘅案咧，咁依家咧係啊兇手咧就捉咗，咁啊依家就判案啦。咁依家咧就俾大家睇一睇咧，就呢個人咧當時咧佢犯咗啲乜嘢啊，仇視亞洲人嘅一啲事件啦。咁大家睇到咧，呢個人咧就話：哇！用腳踩呢個亞裔嘅婦人喎，而咧周圍啲人咧就袖手旁觀嚇，然後仲要咧係去到咧閂門啊嚇。咁原來咧係呢個係一位嘅姊妹翻簡教會啊，咁佢咧係叫咧維爾瑪卡利，係菲律賓裔嘅65歲嘅姊妹啊。咁佢咧就俾呢一個施暴者咧布蘭登啦。咁呢個人呢，佢本身呢係曾經呢殺過佢媽媽，坐監17年，咁又會放咗出嚟。咁放咗出嚟之後呢，咁竟然呢係即係呢見到呢、這個亞洲嘅婦人呢就鬧佢呀，話你唔屬於呢個地方呀咁樣啊。咁就用呢一個暴力嘅行為，咁襲擊呢就呢、這個姊妹呢就盤骨裂啦，頭呢都受傷啦。但是呢就在法庭上呢，他呢是愿意呢是为这个的
凶手咧，施暴者咧系扣情啊，啊咁啊，佢话咧，这是我唯一能够做嘅事情，就希望佢有一日能够咧改过自身啊，咁啊揾到一个治疗嘅方法，唔理咧佢需要啲乜嘢，咁佢咧系啊讲到咧，佢为佢祈祷，佢咧系啊一个基督徒，即系咧虽然咧受到啊佢无情嘅袭击啊，但系佢都求神咧系啊。即系咧，系啊，改变佢，拯救佢，原谅佢，啊，咁都咧系啊，为佢求情吓。咁啊，咁嘅事情咧，只有基督徒先至可以做到噶。啊，一般人嚟讲咧，我哋系点样啊？以恶报恶噶嘛，系咪？以牙还牙，系咪？咁啊，呢个咧系一个基督徒嘅见证啦。嗱，即系咧，佢啊受到呢一个人无情嘅施暴。啊！襲擊佢，但係佢知道咧，佢係有一個可能係精神有問題啊，或者係啊，即係嗰個人有啊好多個仇恨啊，係一個罪人，所以咧佢咧係咧就係為啊逼迫佢嘅禱告，所以呢個就係正正係我哋今日所講嘅耶穌嘅百福裏邊咧係啦啊為易受逼迫嘅人有福了，咁所以呢個姊妹咧唔係因為傳福音啊或者係啊做咗啲乜嘢啊為神嘅又為義啊而咧係。受到逼迫，但咧佢都系咧系啊系好无辜嘅，系嘛啊去教会啊，跟住咧就会俾攻击咧，咁咧都系咧间接嚟讲咧都系咧为受逼迫。咁我哋今日要睇咧圣经里边咧喺新约咧呢、这个受逼迫咧 ，dioko 咧系有48次，咁咧呢个嘅 dioko 咧有追逼嘅意思啊，马太福音23:34，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云是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开，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即系呢个就逼迫咧，系钉住嚟嘅，一路追啊，真唔放过嘅，系呢种嘅逼迫追求啊，咁咧就呢、这个字都可以用喺正面嘅，譬如追求良善啦。追求法律啦，啊，保罗就话，但以色列人追求法律嘅义，啊，反得不着法律嘅义。咁其实保罗系讲紧佢自己，佢追求法律嘅义，结果点样啊？佢就开始嚟追杀基督徒，啊，逼迫基督徒就追，边度有基督徒佢要追。咁所以咧，佢本身咧呢一种嘅逼迫基督徒嘅心咧，就系由佢追求律法而嚟嘅，所以咧系追求律法同埋追逼基督徒咧同一个字啊，所以咧呢个咧就系讲紧咧，呢一种嘅逼迫咧系一味嘅追查指控嘅证据啊，一路捉你嘅罪证据，然后咧嚟控诉你啊，追住你唔放嘅啊，然后咧就进行咧系进一步嘅迫害啦，所以咧为二受逼迫嘅逼迫咧系指紧咧系。有人要逼迫你咧，系咧，即系啊，不断嘅追住你咧，唔放过嘅呢一种嘅逼迫。好，咁我哋睇下咧，就从呢一个字咧，我哋喺新约圣经咧，有七方面咧，就同大家分享啦。第一咧就系先知受到犹太祖先嘅逼迫，《使徒行传》7:52，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嘅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异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要把那异者卖了杀了啊！呢个使提反啊，在受逼迫被石头钉死之前，咁佢讲到咧，犹太人咧，你哋嘅祖先咧都系咁样杀害先知噶啦吓。咁、呢个咧就系撒加利亚先知咧系俾犹太人咧攞石头钉死嘅。咁我睇到啦，系犹太人嘅祖先都系咧攞石头咧打死啲先知嘅啊，因为佢哋唔愿意听先知讲嘅说话。咁啊，然后咧就司提反就话啦，依家你哋咧连耶稣啊神嘅儿子啊义者啊都杀了啊，都杀了钉十字架啦嘛。所以咧先知咧系受到咧犹太人嘅逼迫嘅，大部分先知咧都系被打死嘅啊，都系被逼迫死嘅。第二咧就系耶稣受犹太人嘅逼迫啦，我哋知道咧，譬如约翰福音5:16咧，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啊，佢医病啊，耶稣喺安息日医病，咁咧犹太人认为咧，安息日你乜嘢都唔可以做啊，有人病你由佢死啦，系嘛？但耶稣有爱心嘅，所以耶稣咧系医病做呢啲事咧，咁咧
好似咧觸犯咗猶太人嘅律法。咁其實猶太人咧係咧曲解律法，律法主義，安息日咧係使人得到安息啊，得到釋放嘅。但係咧，佢哋將呢安息日變成律法咧，捆綁人，係啦，就叫人啊唔準呢樣，唔準做呢樣，唔準做嗰樣。然後咧成日咧睺住耶穌，睇下耶穌喺安息日咧做唔做嘢啊。咁咧就揾到有啲嘅控訴嘅把柄咧，咁咧就嚟逼翻耶穌啦。咁最後尾我哋知道咧，耶穌都係點樣啊？係俾猶太人啊逼巴致死，被釘喺十字架上嘅。好啦，第三點咧就係我哋基督徒咧都要好似耶穌一樣咧，係遭受世人嘅逼巴嘅。因為耶穌咧喺約翰福音十五章二十節講咧：你們要紀念我從前對你們所說的話，仆人不能大於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啊，即系耶稣话咧，你哋系跟随我嘅啊。咁啊，主人啊都受逼迫啦，仆人啊一定系受逼迫啦，系咪？咁啊，老师受逼迫啦，学生都要受逼迫啦。啊，所以啊，耶稣点样受犹太人嘅逼迫，同样耶稣门徒都要受犹太人嘅逼迫，以后嘅信徒都要受咧唔信主嘅人嘅逼迫啊。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二节，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要受逼迫。那保罗就讲啦，啊，即系对所有嘅信徒啦，无论你系咪犹太人，你系咩背景嘅人啊，只要你啊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嘅话咧，你都系会受到逼迫嘅。啊，咁所以咧，我哋睇到咧，一个爱神嘅人，敬虔嘅人。咁咧就會遇到好多嘅困難，好多嘅挑戰，甚至乎有人啊係要逼迫你。好，第四咧就掃羅對信徒嘅逼迫啊，咁咧喺初期教會嘅時候咧，有一個人咧叫掃羅，咁咧就話後屘叫保羅，咁咧佢咧就捉住基督徒嘅把柄啊，然後咧就逼迫基督徒嘅，結果咧有一次咧就喺大馬色嘅路上咧就咧係遇到咧復活嘅耶穌向佢顯現，咁咧就佢喺大馬色嘅經歷咧係乜嘢咧？掃羅仍然向主的門徒口吐威嚇、兇殺啲話，去見大祭司求文書給大馬士革啲各會堂。若是走著信奉者道啲人，即係信耶穌嘅人啦，無論男女，都準他捆綁帶到耶路撒冷。哇！佢攞呢個權柄咧去捉拿基督徒喎。咁啊，掃羅行路將到大馬士革，忽然從天上發光，四面照著他，他就撲倒在地，聽見有聲音對他說：掃羅，掃羅，你為什麼逼迫我？他說：主啊，你是誰？主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好啦，咁我哋睇到呢，就掃羅啦，咁佢喺大馬色嘅路上，喺呢個地方呢遇到上帝嘅光，光照佢，其实就系复活嘅耶稣向佢显现啊！咁咧就话咧，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咁即系话咧系扫罗佢逼迫基督徒，就等于逼迫耶稣啊！所以耶稣咧就咧系问佢：你点解逼迫我啊？咁扫罗咧唔知佢边个，就问主啊：你是谁？咁啊耶稣就话咧：我就是你所逼迫嘅耶稣啊！所以你逼迫基督徒咧，就等于逼迫耶稣噶。咁然後咧，保羅咧後屘咧就佢改名啦，佢俾你掃羅，後屘改名個保羅。咁佢就做咗宣教士，信咗耶穌，改變咗。咁佢向猶太人見證啦，佢話：我也曾逼迫奉者道的人，直到死地。哇！佢當時咧真係咧，即係逼迫基督徒致死嘅喎，無論男女都鎖拿下監。所以咧，保羅咧都係逼迫過基督徒嘅。然後咧，佢又向亞基帕王啊作見證啊。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一节，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迫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由他讲他过去逼迫基督徒一路追到外邦的城邑，这个就是追逼逼迫。第四，保罗向哥伦多的教会来见证，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他逼迫基督徒，他看基督徒就是神的教会。
第五啦，保罗向加拉太教会见证啦，佢话咧：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啊逼迫残害神的教会啊，逼迫同埋残害啊，你系保罗见证喎。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啊。所以睇到啊，神嘅力量好大啊！将阿保罗啊，将扫罗改变，本来是一个逼迫基督教会嘅，逼迫基督徒嘅，依家变成点样啊？系为耶稣基督咧去传教嘅啊，去宣扬呢个道，而且系佢曾经残害过嘅教会，依家咧佢要建立教会，系要咧帮助教会。第六咧，我哋睇咧保罗咧向腓立比教会嘅见证啊，咁咧喺腓立比书三章六节话咧。就以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啊。所以佢为咗律法嘅缘故啊，佢觉得佢系无可指责。咁但系咧，佢热心嚟讲咧，佢系一个逼迫教会嘅人啊。好，我哋咧睇第五点，保罗为福音受嘅逼迫。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二节话，并且劳苦亲手作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保罗咧就时时咧系都受逼迫啊！佢一传福音遇到嘅困难，被逼迫啦，佢话咧我就忍受吓。咁唔多后书四章九节啊，受逼迫嗱，遭不逼迫啊，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啊！就算受到逼迫咧，佢都唔会放弃啊！佢俾人打啦，只要一条命喺树咧，佢继续咧去宣教、传教、传福音。所以咧，保罗咧。佢真系咧好有毅力嘅，唔怕受逼迫嘅。好，咁啊第六点咧，我哋要讲一讲咧属灵嘅，系要受到咧受属血气嘅逼迫。咁呢度要多少少解释啦啊。首第一点咧就系基督嘅恩典代替律法。咁喺加拉太书咧四章廿九节咧，保罗话咧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咁呢度咧，系保罗咧系用到咧啊亚伯拉罕嘅老婆撒拉，系咪因为唔生，所以咧就叫咧亚伯拉罕咧同啊使女夏甲咧就生咗以撒玛利。咁夏甲咧生咗以撒玛利咧就咧小看啊撒拉啊，就叫轻看佢主母啊。咁所以咧之间咧就有矛盾啦。因为保罗咧就用呢、这、一个主人同埋使女嘅关系嚟形容咧。撒拉咧就系属灵嘅，哈格咧就系属血气嘅，啊，咁咧就话哈格咧就咧系欺负撒拉，点解咧？因为咧佢生咗以撒玛利啊嘛，佢觉得咧，诶，我有仔生喎，你冇仔生喎，所以咧就系咧，冇以子为贵啦，咁咧就好骄傲啦，就咧轻看撒拉，咁佢唔知道咧，其实佢能够怀孕生子咧，都系撒拉嘅主意嚟噶，系咪？所以我睇到咧，保罗咧用呢一个嘅撒拉系啊属灵嘅，而咧哈甲咧就系咧埃及嘅使女嘛，就系属世嘅、属血气嘅。咁之间咧有个矛盾，咁咧就话属血气嘅呢一个哈甲咧就逼迫呢一个属灵嘅撒拉啊撒拉啊。咁我哋睇到血气生嘅，按照血气生嘅就逼迫佢按照圣灵生嘅，依家又系咁样啦。就教会里边咧有啲人啊属血气嘅。好似客家咁样嘅，哇，觉得自己咧好叻啦，有才干啦，恩赐啦，咁咧就咧系轻看一啲咧属灵嘅爱主嘅基督徒，咁所以呢个咧系保罗所讲嘅咧，犹太人因为咧觉得自己系俾神所拣选嘅，追求律法主义，所以就轻看咧喺教会里边咧嗰啲靠主耶稣基督恩典嘅信徒属灵嘅，所以咧就系一个恩典同埋律法嘅问题。咁咧就保罗话咧，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即系我哋人里边咧都有个情欲，而呢情欲咧就系咧追求律法主义，自以为意，自我为中心嘅。但从圣灵嚟嘅咧就系神嘅恩典，系要咧谦卑，系要舍己。所以咧呢个圣灵嘅同情欲嘅彼此相争啦。属血气嘅，属情欲嘅，骄傲嘅，自私嘅，自我中心嘅，属世界嘅，呢啲咧就会咧同属灵嘅咧系会咧系产生矛盾，
就彼此咧衝突，然後咧去係啊逼迫，咁所以屬靈噶靠主恩典嘅人咧就受逼迫啦。咁第二咧就係基督嘅洗禮代替國禮。咁保羅咧就話：弟兄們，我若仍舊全國禮，為什麼還受逼迫呢？若是這樣，那十字架討厭的地方就沒有了。咧講緊咧猶太人咧，仲係喺教會裏面有人係推崇呢個國禮喎。所以保羅就話：我哋信咗耶穌咧，我哋靠主耶穌基督洗禮，就唔需要再靠呢一個嘅律法主義嘅國禮啦。咁如果唔係嘅話，點解我哋仲會受猶太人嘅逼迫咧？受律法主義嘅逼迫咧？係咪？點解猶太人係好討厭十字架咧？因為十字架係恩典，十字架係主耶穌基督嘅洗禮啊，代替猶太人嘅律法主義嘅國禮。所以咧加拉太書六章十二節，凡欺圖外貌體面的人都勉強你們受國禮，無非是怕自己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我睇到咧，你又係講緊呢啲律法主義嘅人靠外貌啊，即係咧係好虛假，戴面具係咪？咁然後咧就勉強基督徒咧都要受國禮，討好嗰啲律法主義嘅猶太人。咁啊怕咧因為你自己咧係信耶穌嘅啊，咁咧就受逼迫。所以為咗怕受逼迫嘅緣故咧，就勉強咧信徒咧都要咧行律法主義，行律法裏面嘅受國禮。所以保羅就話咧：你哋既然咧係受咗基督嘅洗禮嘅話咧，我哋係基督嘅恩典嘅話咧，點解仲要守律法啦？點解仲要去守呢個國禮啦？所以我睇到保羅就喺呢度提到咧，基督徒受逼迫，喺初期教會係受猶太人嘅逼迫，受猶太咩逼迫咧？律法主義嘅逼迫，自以為意、驕傲嘅逼迫。今日教會又好，或者喺社會又好，基督徒咧常常咧俾人睇唔起，覺得咧。唉，你哋咧成日都求上帝啦，又要祈祷啦，都唔靠自己嘅，系咪？都唔靠啊人嘅智慧、人嘅力量嘅，边个俾饭你食啊？系咪？边个出粮俾你啊？系咪？咁啊，呢个世俗主义咧，就系觉得咧，我哋咧有我哋自己嘅方法、智慧、能力，系咪？一切都系咧靠我自己嘅劳力，人定胜天噶嘛。一成日都係話上帝上帝上帝嘅，係咪？咁所以咧就咧對於敬虔倚靠上帝嘅人嚟講咧，嗰啲就受逼迫啦。基督徒咧往往遇到一啲嘅事情，我哋就先祈禱啊，尋求上帝啦。我哋咧係以和為貴啦，同人咧去傾談啦、溝通啦，用愛咧嚟待人啦，以德報怨啦。咁啊，律法主義嘅人、世界主義嘅人、世俗主義嘅人。就講到啊，我以牙還牙啊嘛，以惡報惡啊嘛，係咪？咁我哋係要點樣啦？要靠我哋嘅力量，靠我哋嘅即係勢力，係咪？即係我哋咧係越惡越大勢力越大，我哋就越能夠贏啊嘛。唔所以呢個就係一個世界世俗主義、律法主義自我為中心嘅呢一種嘅屬血氣啦。咁自然咧就會逼迫屬靈啦。屬靈係咩？是要尋求上帝的力量，倚靠上帝，謙卑在神的面前，求同人和好，是不是？饒恕人的過犯，傳揚福音，是不是？就是倚靠上帝来为我们行事，祷告，仰望神，这就属灵了。所以往往呢就属灵的，讲上帝的智慧，讲忍耐，讲信服，讲爱心，往往呢就是遇到呢，哇，靠自己靠方法，靠經驗，靠勢力，係咪？靠即係你有冇後台靠有冇啲外來嘅力量靠呢個世界嘅方法，唔係自我中心，呢啲咪就係血氣嘅咯。於是咧就會產生一個衝突，咁啊屬靈咧就會受逼迫啦。好啦，最後咧係信徒在末日前咧會將要遭受一個逼迫。耶穌就話啦，弟兄要把弟兄，父親要把兒子送到死地，兒女要與父母為敵，害死他們，並且你們要為我的名被眾人恨惡，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這城裡逼迫你們，就逃到那城裡去。我實在告訴你們，以色列的城邑，你們還沒有走遍，人子就到了。這裡是講緊在末日的時候，有一班猶太人的基督徒
会喺咧圣城咧个受逼迫啊，咁啊到处咧系俾人逼迫、俾人赶噶，甚至被杀害噶。咁但系耶稣话咧，有人逼迫你哋咧，你哋走。咁啊，到到有一日咧，耶稣就会翻翻嚟噶啦。路加福音十二章，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十二节，但这一切的事已先，人又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嗱，呢个都系讲紧末世嘅时候，基督徒系会被拉啊，就去到甚至乎去到咧啊，即系嗰啲高官、君王、诸侯嘅面前啦，系为主作见证。咁基督徒咧系会受逼迫、受啊会坐监啊，所以我哋睇到依家嘅整个世界嘅趋势啊，啊成日都系有啲嘅法例啦吓。啊，譬如同性戀合法啦，啊好多個法案合法啦，針對我哋基督徒嘅，針對基督徒嘅家庭觀念、價值觀念，咁啊到時咧，你哋教會咧，啊如果咧係啊歧視一啲同性戀嘅話，你就會咧係會犯法嘅噃，嚇、啊、牧師傳道唔可以按照聖經嘅真理咧係要講啊定呢個世界嘅人嘅世人嘅罪嘅時候咧。咁如果你又按照聖經講咧，你可能會被拉啊，會被告嘅喎，會受逼迫嘅喎。所以睇到呢個世界咧，就越嚟越開放，越嚟越自由，你做咩都得噶啦。咁啊，越嚟越咧就一啲人咧係開始咧係針對基督徒、針對聖經，咁啊提出呢個法案。咁啊，以住咧，當你要傳福音嘅時候，講呢個真理嘅時候咧，佢就可以捉住呢個把柄咧，就係、是、拉你、逼迫你。所以我哋睇到到咗。末世嘅时候，人嘅心越嚟越败坏啊！咁咧，好多嘢都合法化，乜嘢都合法化嘅时候咧，咁你再攞圣经嘅真理嚟讲咧，佢哋就话咧，你系触犯佢哋嘅法例啦。咁所以佢哋唔怕咧触犯上帝嘅真理，系咪？佢哋咧系用人所定嘅法例，甚至乎好多恶法，系咪？好唔合理嘅法例，佢哋。通過咗之後咧，佢主要投票啊嘛，民主啊嘛，過咗之後咧，成班人佢哋咧一齊咧嚟咧係反對你，咁你基督徒會受逼迫噶啦。呢、這個就係咧喺末世嘅時候，我哋將會睇到嘅事。咁所以咧喺啟示錄咧十二章十三節咧講到咧，即係魔鬼撒旦好似龍咁樣啊，對婦人嘅逼迫。龍見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婦人。好多解經咧認為呢個男孩子就係耶穌基督啦，嗰啲婦人咧就係教會啊。咁當然有啲解釋呢、這個婦人就指末世嘅時候末日最後尾嘅一批剩低嘅猶太人嘅基督徒。咁無論點樣呢度見到一個圖畫就係一個龍啊，即係一個惡獸，惡獸點樣係要追逼一個婦人，個婦人係生咗個仔嘅。咁呢個係一個呢強弱嘅一個對比，婦人生完仔啦，好虛弱啦，然後呢個龍呢惡獸呢係要呢食佢，係要逼迫佢。咁所以我睇到今日啊，我尤其是喺美國好多華人咧係啊受到逼迫啦，受到咧係啊攻擊啊，呢啲咧都係啦，即係強者啊用一個嘅姿態係咪針對嗰啲嘅婦人，針對嗰啲嘅老人家啊，甚至乎有啲咧係啦啊推住 BB 車嘅啊最脆弱嘅，咁嗰啲嘅強者，尤其是有啲係監獄裏邊放出嚟嘅惡霸，咁咧佢咪逼迫呢啲弱者咯。咁呢個就睇到咧，喺呢個世界去到一個末世嘅時候咧，人嘅罪惡以自己嘅力量，以自己嘅方法，咁咧就咧係啊，係用呢個仇恨、憤怒，咁咧就針對嗰啲啊脆弱嘅、內弱嘅啊，咁呢個就係都係一種嘅受逼迫啊，啊弱嘅咧就受呢個強者嘅逼迫，咁耶穌就話咧，為義受逼迫有福了，因為天國係他們的。呢個世界咧冇公平噶啦。呢、这个世界咧唔会有和平噶，因为呢个世界罪恶嘅人好多，奸人当道。基督徒要努力嘅、热心嘅，为主作见证，不怕艰难，不怕逼迫，继续嘅咧要将上帝嘅真道咧系大大嘅宣扬。喺呢个嘅困难逼迫之下，喺主再翻嚟之前，喺末日嚟到之前，我哋要尽我哋嘅力量咧，将神嘅真道系大大嘅宣扬，大大嘅传出。咁呢个就系咧，上帝咧系要祝福我哋，吩咐我哋要行嘅旨意啦。愿上帝赐福俾你哋，我哋低头祈祷。亲恩主，多谢你带领我哋今日嘅时间。
藉著主耶穌基督的百福，讓我們學習到怎樣才可以成為一個蒙福人，成為一個討主喜悅的人。願主賜給我們每個人有智慧，讓我們能夠遵照主耶穌基督的話語而行，讓我們藉著這個百福也得到上帝的福氣。感謝祈禱是奉靠主耶穌基督聖名，阿門。各位弟兄姊妹、亲爱朋友，欢迎你嚟到我哋网上嘅主日崇拜。依家系家事报告嘅时候，我哋首先睇第一，司徒郑少章姊妹安息礼将会喺6月8日星期二朝早11点喺世界中华殡仪馆举行，愿主安慰佢嘅家人。第二，信望爱团契将会喺6月11日星期五晚上8点正在网上 Zoom， 我们有查经提摩太后书第6课，上帝的道不被捆绑，提摩太后书2章8到13节，请弟兄姊妹预留时间来参加。第三，弟兄姊妹如果有需要可以打电话给我，我的电话是626-353-4219。关于奉献方面，弟兄姊妹可以将支票寄来教会，地址是1108 Highland Avenue Duarte， zip code 是91010，或者上网来查询。感谢神，上个礼拜网上和我们收到支票总额是6050元。第六，国星呢就会在6月19日星期六举行同走爱心路2021祷告步行运动，咁呢就主题是抗疫风雨同路，为主多走一步。咁就希望能够招募到1000位的同路人一起行步行，咁就咧籌款，咁就請弟兄姊妹咧係上網去查詢啊！咁咧佢哋咧喺網上咧仲有一啲嘅意象分享嘅短片，有國語嘅，有粵語嘅啊！咁咧呢個係佢哋嘅海報啊！咁弟兄姊妹咧都歡迎咧去參加支持國星嘅佢哋嘅籌款。好，咁我哋咧今日嘅報告咧就到呢一處，願上帝賜福俾你哋。